各位 RP 木吉他线上教学的同学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理查老师啊，台湾的理查老师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章节呢，是木吉他基础教学的最终章节。我们介绍大家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trick 啊 ，trick 一个技巧，一个技巧，什么技巧呢？叫做打板啊，打板，木板的板，打板。那、啊、打板呢，其实招式呢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多，很多种这个招式，很多元化就对了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比较炫技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教的是最基本、最入门的打板。好，怎么做嘞？我们试看看哦。这打板这个动作，大致上是以右手去制造这样的声响效果的。好，怎么做嘞？来，教一些比较基本的招式哦。手比出这样的一个姿势，好，这样的姿势。那这个姿势呢，把我们的当我们弦发出声音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只要把它发现。就知道一个的声音，声音怎么来的呢？一方面敲下去，让声音虽然瞬间不见了；二方面呢，指甲的材质，好材质跟金属会制造一点摩擦的嘶嘶的声音。好，再讲一遍哦，右手并在一起做这个姿势，好这样的感觉。所以你在打板把这个这一块的这个纸板上面这一块的这个弦。敲下去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敲到你指甲尖跟这一块的肉，好，都会敲到这个弦上面，制造一个声响效果。我试看看哦。好，先随便拨一下，好，错误姿势的时候，有时候你手会突然插得太里面，会变成这样的感觉。手会整个，你看老师手是不是插进去，啊会流血哦，会痛哦，好，表面上就好，在表面上做这个动作，啪，啪，啪，哎，只会碰到指甲的指尖，不会插到那么里面，对不对？指尖而已，好，来试看，先做个敲击的动作。那打板这个技巧可以用在非常多的曲风，轻快歌曲呢 ，freestyle 的歌曲呢都可以自然加入这个右手。的打板的技巧，制造一个很开心，然后呢很自由的一种节奏感。OK， 来试看看哦。我们做个简单练习看看，怎么练习呢？左手帮我按一个 C 和弦，好，右手呢第一下弹根音，第五根的根音，所以这样做，嘣掐拍，嘣掐，掐的时候帮我弹一二三弦，一起把它抓起来，嘣抓。拍，蹦抓拍，试看看喽。手腕这样子，轻轻的，发现轻轻的，没出力的这样，荡下去，给他一点力量，这样，就有一种嘶的感觉哦。在做打板的过程中，发现呢，你的手指头这个位置有痕迹，甚至会有点红红，代表你的打板位置稍微有点需要做调整。这样做会敲到弦，对不对？弦会磨到你指甲的上缘肉的这一块部分。其实不会哦，稍微调整一下姿势，其实都会指尖而已。好，记得哦，像猫的爪子的姿势这样子，这个圈圈就是整个把撞击下来的位置，这个感觉哦。OK， 来试看看，嘣掐嘣，嘣掐嘣，嘣掐嘣，嘣掐。那嘣掐的时候呢，抓起来后呢，手敲下去记得敲在你接下来准备要拨下一个目标弦的位置，所以你不要敲歪掉，敲太怪，来不及把弦抓起来，对不对？嘣掐，嘣掐切，嘣掐切，嘣掐切。好，我们来简单的做这个招式来配无敌四和弦来试看看咯。好，我们这样做。D 咪。再一次蹦掐切。D 咪。G7。哦，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效果？来哦，
基本招式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教一些比较有律动感的节奏感的。好，这样做哦。嗯，来，嘣掐切掐掐切掐，想做哦，嘣掐切掐掐切掐，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打板招式的其中一招。再听一次，嘣掐切。切完后是马上要抓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切的时候记得手位置不要跑偏掉了，切在最适合的位置，嘣掐切，再赶快抓起来，所以嘣掐切掐掐切掐，再放慢一次，嘣掐切掐掐切掐，当然。嘣第一下踢的根音会随着你左手和弦的根音做一些变换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套进来试看看咯。嘣，招了吗？我们来试看第二招是怎么样来做打板的动作。好，第二招是我们来做个不同的这个律动感哦。大拇指加高音三根弦一起先抓起来，好，记得很随性的一个敲击动作。一开始可能会敲到不对的位置，但是敲习惯后很轻松，轻轻做声音就很响亮，对不对？掐掐掐。掐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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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掐，好，那更厉害的同学，我们来试一个招式哦。我们把这两招的打板方式把它混在一起看看。来，我们换点和弦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换 G， E minor C 跟 D 四个和弦 ，G E minor C 跟 D。我们把这两招式混在一起做一个组合，听看看哦。有时候敲的位置，大家会有时候会敲到指甲的上缘，但尽量在指甲的前端去做这个撞击的动作，把弦呲呲就会制造这个效果。来，试看看跟老师一样，是不是可以撞击出来这么强烈的打板声音呢 ？OK， 加油喽！